新竹女装的制服夏季啊，就是这样，白衣、黑裙，然后白长袜跟皮鞋。那其实这个啊，这个是冬天才要别的领带，然后冬天我们会有一个很厚的西装外套，然后就下面就配长裤啊、裙子都可以。然后那个体育服的话呢，体育服就是蓝浅蓝色的短袖跟深蓝色的裤子。那书包的话就是绿色的。像冬季外套的话就比较有差，就是如果你去外面订的话，你可以选比较好的材质，就是可以防风啊，然后或是有人做防水，然后还有垫肩这样子。